So， 故事是这么开始的：有一天，我在亚利桑那寻思着出去玩，从凤凰城出发，一路向北开，咱们开了2小时车，路过了塞东纳。嘿，这儿的风景有点不一样，红色的沙没见过，停下来瞧瞧。结果发现了一大堆有趣的小店，有卖水晶石头的，有给你算命的，还有探秘 UFO 的。Wait a minute，UFO 有这玩意儿不早说，当时我就按耐不住了。还做什么粉色吉普、越野摩托、直升机、热气球的，不都是看风景，还不如听听居民们讲故事。我这就一家的跑进小店，跟店员们瞎白活，得知了 vortex 这个有趣的词。很多圣多纳的东西都是围绕着这个词展开的。So what is vortex？ 我跑去店里问，那玩意儿起源于新世纪运动 The New Age， 80年代特别火，艺术家们和宗教信仰者都跟风跑来这儿买房，就是为了能修炼提高造诣。之后我又得到了这本书 Scientific Vortex Information， 打开一看，什么 vortex 是测不到的，除了塞东纳，西藏也有。据我得知 vortex 说白了就是能量窝点，解释的形象点就跟你冲马桶时形成的漩涡一样。想象一下自己身处在一个巨大的马桶之中，感受大地和宇宙赐予的能量，不仅能放松精神，还可以治病，专治各种疑难杂症。我去了好几处传说中的 vortex 能量点，像是他们那儿的马桶1号 Bell Rock， 马桶2号 Chapel of Holy Cross， 以及马桶3号 Airport Mesa。在我参观 Chapel of Holy Cross 的时候，一群老爷爷奶奶正在聚会，没过多久，我在门口拍照的功夫就被盯上了。一奶奶好说歹说，非得把我拉进教堂坐坐。刚进去没多久，大家就开始唱起了诗歌。这也算是我第一次参加教堂活动了吧？还别说，这场面还挺震撼的。教堂也就一间房间那么大，说话都有回应，更别提大合唱了。唱完歌，每个人排着队，拿着蜡烛放在十字架边祈祷完，感觉自己瞬间变神圣了。这教堂别看装修平平，来头可不一般。最初建造者是为了纪念自己的父母，而后参与了能量漩涡的发现，也见证了这几百年塞东纳的发展。OK， 这一回我来到了一家特殊服务的店，不对，是精神按摩的店，里面有什么 aura image 啊、spiritual reading 啊、open the third eye 啊，等等，总之都是些看不懂的东西。里边的店员给我解释了一大堆，听不懂没关系，一个个轮的试试呗。首先是 aura image， 坐下来拍张证件照，左手放在那酷似按摩仪的机器上，30秒 bingo， 图片出现了。证件照上我的脸周围出现了彩色的光，电脑分析出一大堆神奇的数据。这时候小哥就开始给我解释，夸完我有才华之后，就说我是红色的，处于压力中。等，难道我是色盲吗？这不是黄色。 OK， 先不说颜色的问题，在我拍照之前，朋友们也拍了照，结果所有人都处于压力中。天哪，现在的年轻人一个个都身负重担呢，所以这些个红色、黄色到底是哪儿来的？小哥说这叫 chakra， 什么查克拉？难道是火影里的查克拉？Basically, what your aura and chakras is your life force, is what makes you you. So it's what gives life to the body, to your mind. It's what you radiate as a person. Well, the ancients recognized 7 centers that went through the core. So like for example, the third eye and the forehead, and the head area is more about your understandings, intuition, insight, and stuff like that. And the stomach and that area is more about action, willpower, and stuff like that. So that's what we kind of see how everything is flowing and vibrating. You get a general understanding of where you're at.好了，接下来是 spiritual reading。韩国大姐姐把我请进屋子，拿出了塔罗牌，算着算着，我才发现她真的不一般。中国算命先生最多就告诉你哪天有血光之灾，解决一下家庭纠纷、事业、感情问题，而这里的大姐姐能看到你的前世今生，算出来我一朋友上辈子是加勒比海盗，还有一个是拯救妇女的王子。这姐姐还有一特殊技能 ，open the third eye， 教人开天眼。原来二郎神的子孙早就遍布全球了，一开始我还不信，谁知道回家查了查，天眼宫早在印度教和佛教中传遍了。我跟姐姐套了套近乎，她就教我开天眼。盘着腿坐地上，胳膊肘抵着腰，10根手指用力向外张，5秒后放松。重复这个动作5、6、7、8遍，然后双手合十，但是不要接触到。张开，合上，张开，再合上。好了，现在你就能发波了。姐姐说我手中的波就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交界，可以看到一切想要知道的答案。有了这本事，考试不用愁啊！你还别说，我还真感觉到2只手像吸铁石一样，靠近的时候磁力变大，分开的时候慢慢减弱。说到这里，我想起了 Marvel 的漫画 Doctor Strange， 一个脑神经医生为自己寻求治疗时，找到了一个长生不老的大师，被人们叫做 The Ancient One。大师带男主角灵魂出窍，使用精神意念控制魔法，通过训练体内的查克拉，更是能治疗疾病。这又让我想起了另一位著名的灵修大师比尚，他经常去圣多纳讲课，教人们如何连接宇宙，学会爱，治愈所有的负能量。正如书中所说 ，vortex 帮助人们自我治愈，从石头中吸取能量是个很好的方法。像是爱因斯坦的理论 E 等于 mc 方，解释了所有的物质都是能量的另一种形态。而圣多纳的红石因为含铁量高，所以更重，密度更大，储蓄了更多的能量。除了圣多纳的独特地质地貌，那里还看展了很多旅游项目，比如 Spiritual Vortex Tour、Historical Tour、Adventure Jeep Tour， 还有一个 UFO Signing Tour。记得我一开始说过这里有 UFO 周边吗？真有人在这里看到过。在这个 tour 里，你能看到种种 UFO 的遗迹，还有历史知识。最有意思的是向导讲述亲身经历的故事，短短2个小时的时间，就能在能量窝点中看到外星人。大概那里就是外星空间站了。总之，圣多纳是个世外桃源般的能量中心。我只能说到这儿，剩下的谜团就等着你去解开了。